个部长不要问部长什么什么睁眼说瞎话，客气一点。建立好，来来好了，好布置。主委，我来跟你来，我来跟你讨论事，我来跟你来，我来跟你讨论事。阿台弟啊，惊官想官，台弟啊。台湾被卖，我们还在帮人家算钱呢。嘿，我的爸爸。我想刚才大家都已经看到了，不管是苏贞昌、陈明通或者是徐国勇，在面对立法院的质询，在面对媒体朋友的询问所表现出来这种傲慢的态度。我要在这里请问蔡英文，这就是他当时跟我们保证的谦卑、谦卑再谦卑吗？谦卑，谦卑再谦卑。他们从蔡英文开始，他们一体的政策，他的政策就是他们要开始用傲慢的方式、霸道的方式来推动他的专制跟腐败。那么这种方式其实是在过去历史上都看过，因为我们所有地方上的老百姓都会看得很清楚，大家心里面都有一把尺，眼睛都很亮。下架民进党011，下架民进党011，下架民进党。你看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总统是不是白白胖胖？你看我韩国瑜是不是黑黑瘦瘦的？真的，你看看我们王惠美县长基本做干呢？你再看看桃园市长郑文灿是不是白白胖胖？各位乡亲们，这个话是让我们去思考。爱台犀利帮，我是陈佩，我在台北为您带来第一手的选战资讯。